清早，阿音收到一份快递，全是妈妈寄的烹饪材料，煲汤用的陈皮、蚝豉、做菜的辅料南乳和粘米粉。赵峰英是地道的东莞人，一年前来到北京，一南一北两座城市相距2000多公里，走在干燥寒冷的大街上，阿英最清楚家乡的距离。赵峰英尝试各种办法适应北京的生活，然而肠胃依然倔强。母亲最了解女儿的心思。妈妈用早稻磨成的米粉，口感爽滑，是她的最爱。早上习惯了吃肠粉之类的，就只能想办法自己做。这天是冬至，阿英决定邀请北方朋友感受东莞美食的韵味。窗外是零下2摄氏度的北京，此时的东莞气温超过23度。与北方不同，冬至在这里是全年最重要的节日。赵峰英的家乡在东莞北部石龙镇，过去是水路码头，今天是广深铁路必经之地。虽然交通枢纽的身份从未改变，但有些食物仍然只限本镇区流传。比如这道菜，很少有人数得清所有食材的种类。再加入30度米酒，酒酿，还有猪肝、煎蛋，甚至黄酒、鲜奶，看似脑洞清奇的复杂搭配，需要一种香料统领大局。这位主角就是姜。普通一锅要放6斤姜，甚至很多东莞人都未必体验过这份酣畅淋漓。如果只能推荐一道石龙美食，当属这道咸姜水。赵峰英决定在聚餐中复制这道食物，让朋友们体验一次奇幻的风味之旅。猪脚首先除噶，然后咧炒鱼。阿姨首先求助更有经验的妈妈，按照母亲的方法一步步操作，赵峰英完成了简化版咸姜水。保险起见，他还特地准备了拿手菜。妈妈寄的南乳是岭南的重要调料。咸香软嫩的鹅肉被已经融化成沙质的土豆浸润包裹，老火亮汤，鸡肉的风味有足够的时间与陈皮的爽口清香
好齿的浓郁咸鲜杂糅释放。与父辈相比，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与故乡和土地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密。然而，无论走多远，对乡土的眷恋总会沉淀在特定的食物中，慢慢发酵。竟过于小众，最花精力的咸江水还是不出意外地受到冷落。或许食物就像人生经历，有些故事值得分享，有些只能留给自己慢慢品味。冬至刚过，罗半星和老伴儿八个月前种的作物可以收获了。坐落去咧，我带钱你去储粮啦，做冰皮。哎呀，你婆好大婆，你婆来穷啊！你快来，快点。焦芋又叫旱藕，生长于亚热带山地，中国南方部分地区有少量生长。焦芋口感类似马蹄，与肉类搭配，汤汁在清香中伴有微微甘甜。处理新鲜焦芋耗时耗力，罗半星需要乡邻的协助。在孩子们眼里，这是游戏时间；对老人们来说，则是对童年味道的追念。焦芋富含植物纤维，物理研磨使口感更细腻。滤出的纤维，罗半星不会浪费。焦芋纤维、糯米粉与调料搅拌，上火蒸足一个小时，纤维依然肌理清晰，粗粝的口感在今天看来或许算不上美味，它却让老人们时常记挂。纤维之外，是被过滤掉的焦芋淀粉，经过一上午的沉淀，已经结块。趁着冬季温暖的阳光，北风会更快地把水分带走。焦芋对老人们有特别的意义，这种南美洲植物在60年前被引进中国，成为当时的备荒口粮。在物质不够丰富的年代，它的口感和味道曾经是一代人难以忘怀的记忆。开水中，焦芋粉浆浓稠绵密。
与藕粉类似。罗半星多加了几个鸡蛋，希望能让孩子们喜欢。今天，焦芋粉即便在东莞也不常见，只有山区的部分村落还在食用。经过几代人的传承，食物的意义已经悄然变化，风味与物产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蜕变，山川和海洋却依然如故。千年前，珠江三角洲第一次有人类定居，正是富足的海洋无条件地接纳了他们。这是张志强出海的第四天。出去四个钟，五个钟，出去五个钟都麻烦。春节后三个月，决定全年近七成的渔获。每年春夏时节，东莞西南方向都会有大群游鱼回游至近海，准备繁殖。趋光性，会靠近和滞留在强光下，夜间最适合捕捞。海洋渔业随机性强，今天收获并不算多。张志强的祖辈都是渔民，在历史上被称为疍家人，曾经常年居住在离岸的船上。渔船空间狭小，只能进行简单烹饪，好在食材新鲜，这些渔获一旦上岸就会调动厨师更多的灵感。玫瑰毒油常见南海海底，贝鳍含有致命毒素。由于肉质鲜美，训练有素的东莞厨师自有一套处理方法，让它的风味完美呈现。龙趸又叫巨石斑鱼，重量可达100公斤，鱼皮厚度超过5厘米。皮富含胶质，能够耐高温久煮，用本地黄面酱提鲜，醇厚弹嫩的口感让东方食客趋之若鹜。
丰富的海产遍布东莞近150平方公里的海域内，曾有近万名疍家人以此为生。70年前，他们逐渐上岸，聚集在虎门新湾。今天，新湾仍在从事渔业相关工作的已不足500人。不过，要找到最初始的南海风味，这里仍然是必到之处。和张志强家一样，明叔和父辈也曾是疍家人。虽然已经上岸40年之久，但曾经的海上经历让他对海鲜烹饪独有心得。疍家海鲜干通常保留少量水分，以便获得更复杂的风味。海鲜干既拥有因脱水产生的干香，也保留了新鲜海产的弹韧口感。研究厨艺30年，明叔最拿手的还是虎门传统菜。本地膏蟹鲜甜多汁，鸡蛋与肉末混合，九层塔带来浓烈的甜香，滋味互补的四种食材是虎门蟹饼的标配。生活重心转移到岸上后，明叔也在厨师间的交流中获得了新的成长。火焗边，贴近碗底的部分逐渐焦酥，散发浓郁肉香。这是渔船上的简单烹饪无法获得的风味。尽管海上生活已成为历史，但海洋却没有因此退场。纷繁的海味继续孕育着新的饮食习惯。张志强一家仍在海上航行。据父辈上岸定居已经过去30年，他决定成为职业渔民，在浩瀚的大海上继续跟随先辈的足迹，寻找曾经的味道。大海依旧如故，养育着一代又一代东莞人，毫无保留，悄无声息。Thank you.